爱多美发酵诺丽果汁饮料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富含矿物质洁净火山土壤，在这里建成的爱多美专属农场，精选了生长在充满各种矿物质火山性土壤的新鲜诺丽果，从皮到种子再到果肉，百分百有机农诺丽果。爱多美独有的七种复合乳酸菌，发酵1440小时。为了保持柔和的口感和浓郁的香味，使用自然中获取的原料，将营养损失最小化的百分百低温榨取方式，无色素、无防腐剂、无合成甜味剂、无合成香料，健康好味道，不加水的诺丽果汁饮料，呈现原汁原味，蕴藏着自然生命力的健康味道，自我管理健康的方法，用天然的味道充实每一天。爱多美发酵诺丽果汁饮料。